风南军犬案。紧急播报，现有六头王级怪兽正朝。不能让青角巨兽接近庇护所。难道兽皇也已经加入青角巨兽麾下了吗？阿巴塔，你干了什么？罗峰，江南基地市的安危。江浙一战进行的在你一人肩上了。这是种族之战，生存而战。全国直播，我们是为了。